我今天想提出的是，既不是批评，也不是质疑，而是一种提示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表现的这个音乐，如果不是因为周深这么厉害的唱功，才可以支撑编曲和表达音乐，所以才能够引领这么复杂的音乐走到最后。那么其实就带来了一个话题，到底是高级重要，还是给听者的感受重要？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学习去就是平衡这个点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听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耳朵会产生疲劳，所以会有刺激的东西才会激起我们的新鲜感。我特别尊敬的一位音乐人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然后他说，你不要太低估大众的审美。我也在挑战这个东西。你们一定一定永远要记得，什么时候你们觉得自我满足，但是观众已经濒临崩溃，那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。而现在你们达到是自我满足，让我们觉得非常高级，但我并没有认为观众被感动。每周六优酷独播，用音乐寻找志同道合的灵魂，一起乐队吧。